阁主，喝茶。阁主，昨日您突然昏迷，太乙真人说恐是元神之伤，必须要查出是因何而伤，否则……我自有分寸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为何哭丧着脸？对不起，阁主，都怪我乱讲话，还得去抽琵琶弦。我不知道会伤你元神，让你受这么坚持痛。你可以罚我，也可以骂我，也可以让我做回你的贴身婢女，让我不吃饭不唱歌都行。不哭了，是我自愿的，我怎能罚你？这么好，你现在还问我为什么？总不能是因为什么吧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的喜欢，不是逗我闹我的喜欢，从来都是真的喜欢，不是逗你。怎么又哭了？我气我自己，我傻，我笨。你一直都对我那么好，可是我却一直质疑你，无视你，像我这种一无是处的小青鸟，在梦里才配喜欢你这样的人。不行。怎么了？我眼睛都哭肿了，不好看。再说，我也没说我喜欢你。